士们、先生们、小朋友们，欢迎和我们一起应太极大师之邀，在美丽的音乐园欣赏并参与唐氏太极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boys and girls, please join us in Melody Garden as our martial arts teacher invites you to take part in Tai Chi with Character.欢迎，在这苍翠宁静的奇想花园，与大家有缘相逢，是我的荣幸。我姓唐，是一名太极拳老师。今天我会在这儿教我的徒弟们打太极。瞧，他们来了。徒弟们。我的这两位徒弟呀，他们精力充沛，非常好学。两手相合，抱拳礼。双胞胎兄弟。好了，大家还等着我们太极课的开始呢。气沉丹田，动作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有些太难了？虽然这个动作有点难度，但是我相信只要你们有耐心，一定能够学会的。来，让我们再来一遍。深呼吸，闭上眼睛。瞧，
那边谁来了？好久不见，欢迎欢迎！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两位徒弟，琪琪和弟弟。我们刚才在练习金鸡独立，你有学过这个招式吗？那你愿意展示给我们看吗？唐老鸭太极。唐老鸭，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个门派，是你自己发明的吗？那你的招式呢？这难道就是蓝鸭独立吧？那你愿意把整套招式展示给大家看吗？好，快走。那么开始吧。我知道刚才唐老鸭所展示的招式对于你们来说可能有些好笑，可这也是他结合自身的特点对太极的一种创新。我们应该对于这种创新精神表示鼓励。来，朋友们，让我们给唐老鸭一些掌声鼓励一下。那你们呢？还会调皮吗？还会捣乱吗？会懂礼貌吗？或许我们可以让传统和唐老鸭式二者结合，相互平衡协调，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太极。当然，如果有在座各位的参加才是完美，现场的朋友们可以在原地跟着我们一起练习。请大家面向前方做鼓掌。Thank you.
不要闹了，来，把手给我。观赏，希望我们今天的太极课到此结束，让我们再次伸出双手，为那些勇敢支持创新的朋友们鼓鼓掌，深深的祝福你们。三轮车就要带着我的伙伴们马上离开了，请大家注意安全。再见，徒弟们。再见，同学们。再见，朋友们。